另外，民进党嘉义市立委李俊杰今仔日发表首期竞选文宣的影片，为天顶看嘉义，做会想象新嘉义，包括嘉义火车站、阿里山林地车库分区、快意生活村、北门雅、嘉义古港、夏日塔等重要景点的美景，首度透过空气画面来呈现。因领观赏者大惊感受，为天顶看家乡是上美丽的管道。在台东区实行医学部长李明成、分内客委函释的系系主任陈明德的陪同之下，展会公布全新的文宣影片，挑战六位连任的李俊业要含嘉义市民对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嘉义，展会发现新嘉义，也含大家展会来思考嘉义市的未来。今天最主要就是跟大家报告哈，我们第一份文宣哈，名字就叫俊毅的成绩单。我讲民主政治非常简单，就是选贤与能，然后把做好的人哈让他继续做，做不好的人就把他换掉，或是政党也是如此。所以我想我这三年多来的成绩单，我留给我们所有的嘉义市民检验。我自己有信心凭着我的专业跟认真的服务应该在这里对嘉义市民有所交代。那我也希望继续用我的专业跟认真来争取嘉义市民的支持。台东技术学院分内客委函释计系的苏醒团队，用两个月的时间克服天气的状况，利用四台的空拍机俯瞰嘉义，上高飞到500公尺，上低10几公尺，嘛曾经设计真侪个过程真辛苦。李俊业希望利用空拍的方式，将嘉义市的特色呈现给大家，嘛给大家对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嘉义市。另外，李俊业嘛特别将伊国会门前含电风服务的表现来做成对。好民众一旦轻松来了解伊担任立委以来的问政情形，嘛，好大家来替伊拍分数。最新新闻，中央网王秀山、江宜琪采访报道。